吴尊喺新片《锦衣卫》嘅记者会上得到甄子丹大赞佢打得出色，佢表示好感激前辈嘅称赞。嗯，即放心打啦。系系系系系。佢赞你即系打得几好。冇啊，他其实是他很会安慰人家，然后啊俾我哋放心啲，唔会咁紧张紧张，系啊。有冇好大压力啊？即系对住子丹。系咯。压力很大，可是我觉得这种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让我更上一层楼，对，因为你遇到这种人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以后假如要拍这种戏的话，我会比较习惯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嗯，之前咧传话你会离开飞龙海，又话自组公司嗰啲啦，问埋先，系李口严等你问埋先，系你系咪自组公司啊？会接咗咩啊？自组公司，即自己搞一个公司。哦，没有。咁你系咪仲系飞龙海？系啊系啊，而家系啊，我哋嘅 contract。仲未，冇咁快。咦，做几耐 contract？ 嗯，还有好长，差不多，明年会发片，还有明年还会发片，对，明年还要发片，嗯。